对，下面出场做自由体操的是姜玉媛。这个运动员的特点就是全能比较好。姜玉媛在资格赛的比赛里面是列第二，做了一个540的接720，哦，1008。做了一个躯体红白两周加转360，完成的非常好。用的编排呢有新疆的特色，900，躯体前空翻再接一个720。编排还是挺紧凑的，躯体红白两周出界一条腿。他这个动作除了结束动作，这姜玉媛应该是7.6.3，15.5。